我们正式发布未来第三代换电站。这就是未来的三代换电站，酷不酷？换电速度进一步提升，采用全新的三工位协同作业机制，换电时间缩短20%，服务能力更加强大，电池仓位增加到21个，日服务次数可达408次。比二代站提升30%，配备2颗激光雷达和2颗 Orin X 芯片，单站算力达到508 TOPS。更近以后换电站还得比 TOPS， 更精准的实现车站协同，以支持召唤换电、自动泊入等智能换电功能。采用全球首创未来自研的HPC 双向大功率液冷电源模块，最高效率达到98%，充放电功率达到62.5千瓦，不仅能够大幅提高换电站内电池的充放电效率，也能更好地参与电网互动，帮助电网消峰填谷。未来第三代换电站，换电速度更快，服务能力更强，换电更智能，站网互动更高效，明年3月我们就将开始全面部署。我们正式发布500千瓦超快充桩，单桩峰值功率500千瓦，最大电流660安。什么概念呢？举个例子 ，ES7 搭载100度电池包的情况下，充电20分钟可以补充约400公里的 CLTC 续航里程。采用自研的液冷充电枪线，减重1半以上，单手就可轻松操作，这个真的很重要，因为我在东北这个充过电，那个太重了，液冷枪线我们是非常体验非常好。